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 跟 FB。今天要介绍的是 Jarvis Firefly 2真无线蓝牙耳机。那这款是美国品牌在蓝牙跟音频有15年的经验。那大师在4月18号参加了试听会，而他们募资会于4月21号星期二中午12点于泽泽平台上。那就来分享一下大师当天试听的感想与这款耳机的规格。那 Firefly 2呢，有 Allo Through 环境音监听技术，这个是由洛达科技所推出的技术。那洛达科技就是联发科的子公司啦。它的功能可降低音频频宽的功耗至 8mA， 就是省电的意思啦。再来连线稳定，减少断音，支援 HiRes 低延迟，两耳电力消耗平衡。看完规格后，我自己私心希望是用高通的晶片啊。那这款的特色呢，有以下13点。一， IPX7 水下最多1公尺，30分钟不会有问题，但它没有防尘。二，石墨烯当体。三，情境感知，过滤外部声音。四，双麦克风抗噪，可使回声消除，但不确定是不是两耳都有。五，语音助理 Siri、Google。6. 蓝牙 5.0 7. 超长续航力，耳机10小时，充电盒30小时，待机200小时。耳机10小时应该是用音量 50% 去算的。8. 打开充电盒自动连线。9. 充10分钟就可以听2小时，充45分钟打10小时。10. 充电盒使用 Type-C 充电。11. 支援器无线充电。12. MF 触控按键，接听、挂断、播放、暂停、调整音量、上下曲目、语音助理。13，双耳直连并发技术，左右耳可单独使用，配对是两只一起配对，你手机上不会出现 L 和 R 两个配对。来分享一下大师试听的感想。延迟的部分，在观看 YouTube 影片时，影片中人讲话的嘴型和耳机听到的声音是可以对上的，自己是觉得没有延迟的感觉啊。但我测试声墨之塔延迟就很明显了，转录的时候约要 0.5 秒才会听到移动阻止声，可能是游戏本身并没有对蓝牙耳机进行优化。再来音乐的部分，我是开启 YouTube 上鱼仔 MV， 人声似乎容易被吉他和低音抢了风头，但整体听下来还是可以接受，但不到惊艳。如果是纯吉他钢琴配乐的话，个人觉得非常的棒，非常的耐听。再来是推力的部分，我是用柯蓝的主力群来听的，高音的部分音量约 50% 就足够了，中音的部分音量约 50% 也足够了，低音的部分呢音量约 70% 才比较明显。首先音量 50% 萨克斯风很明显，但低音就没那么足了。而通话部分呢，我有请他们店员帮我试试看，通话是清楚的，也不会有回音，可以很清楚的收到声音。之后有蓝牙耳机的话，会实际录下通话的声音。耳机和充电盒的部分，充电盒是磁吸式的，外壳空通是塑胶，塑料感没有质感。耳机颜色有全黑和黑加灰，耳机右耳长按加大音量，耳机左耳长按减小音量。我那个时候按住大约2秒吧，音量才开始调整。这个部分我觉得太烂了，所以我应该不会用这个功能。耳机有触碰的功能，但我试了老半天，成功的几率很低，所以我不推荐用耳机上触碰功能，你用的话就会气得半死。我一定会用手机操控。那以上呢都是用 ASUS Zenfone 5测试的。最后就是价钱啦、啊，早鸟的话有69折，那泽泽平台的话，他们是说会落在2800台币。国外这款是卖99块美金，因为只是试听，只能分享这一些。到时大师买回来用了一阵子再分享细节。那最后的结论呢？它音质中上，佩戴还算舒服，也不容易掉。价钱3000以下，我觉得 CP 值算是 OK 的。物理抗噪普通，你要听音乐才不会听到外界的声音，但还是听得到一点。以上就是大师的分享，喜欢我的频道记得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知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和小铃铛，记得追踪大师的 IG 和 FB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